小雨，夏天总喜欢吃一些清凉甜甜的东西，一共是三种进阶吃法。糯米用牛奶煮熟后加油揉成光滑的面团，就是糯糯的雪媚凉外衣了。拿出雪媚凉模具，用小碗也是可以的，在空中行五分钟，用它赠送的高定勺子搅拌出细腻拉丝的质感，这样才能把浓厚扎实的口感发挥到极致。包上外皮，我还做了奶茶版本的，咬破香糯的外衣，开心果果仁和细腻浓郁的吉拉头在嘴里化开。第二种是油炸咖啡吉拉头，手掌不够大就请了男朋友来压，一开盖就能闻到吉拉头浓郁的香气。酸奶封边，用杯子刻出圆形，裹上鸡蛋液、面包糠，36秒黄金时间把控。建议大家换个 5D 手机，这样就能品尝到冰火两重天的味蕾刺激和味地麻辣咖啡豆香醇的气息。第三种是我最爱的超模奶昔，也是作为一个美食博主吃甜食不胖的秘密。加水搅拌出细腻的纹理，铺上奥奥饼干碎和喜欢的麦片，再拿一些随意的拉花。夏天吃这样一份奶昔真的很舒服。三款大家最爱哪一个？快来评论区投个票。